新北市三峡懒染节，那么在这个周末即将要登场，而且当地看到是地景布置，跳脱了民众对于所谓的懒染既定印象，设计出既充满童趣，还有各式童玩，以及有装置艺术，让民众造访三峡不止吃美食、逛老街，还可以认识三峡的懒染文化。可爱的热气球、小飞机，还有随风转动的小风车，把三峡老街装点得充满童趣。今年的三峡懒染节活动特别跳脱旧有印象，以童玩作为设计理念，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意象布置，展现三峡创新的懒染文化。我们今年三峡懒染节从7月23号到8月28号为止，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举行各式的活动。那其中呢，我们在今年加入了童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跳脱以往染布或服饰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。今年懒染节的地景布置，邀请国宝级灯艺师与懒染工作室跨界合作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懒染艺术装置，包含三峡区公所前的生命的回旋，以及历史文物馆前的马兰花。除此之外，嘉东廊道的懒染花伞也很有看点，让游客可以尽情拍照打卡。我们加了很多的元素，做了很特别的装置艺术，在四个地方。那我们的老街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布置，我相信到我们这边来走一下，一定会发现今年懒染很不一样。民众来到懒染节，千万不能错过懒染体验 DIY。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手作，感受亲自完成懒染作品满满的成就感。如果怕热的话，也可以到历史博物馆逛逛文化特展，认识三峡的染坊建筑，还有懒染植物，感受三峡独特的懒染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